呦，千树的，你先来，好像你能先来一样。这个一棵树没兴趣，这个几朵花，太太不是说我不要，我的叶子多的。嗯，啊，没肉，都说了没什么好菜，还抢第一，活该。这菜头吃这么香，到了，这个你不要的我也不要，这个嘛我要了，啊，肉嘞，还想肉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哪里都是蔬菜，我这个肯定是肉的。What？ 哇哦，滚！都是海里的，我先来。怎么也轮不到你，我先来。这个又玩这种深藏不露的。啊？没有，我要这个，螃蟹肯定在里面。嗯？螃蟹呢？给你选，选不到好菜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个蟹脚给你闻就不错了。到了，这个猫都没有，你不要，我也不要，我要这个蟹腿。变身在我这里，蟹脚还在我这里嘞。肯定不差，母鸭的脚。你干嘛这个？推的就是你，我先来。这头虾太小了，这爪子太长了，我不要。我要几根小须，里面一定有好货。哪里？有个虾头就不错了。也是哦，还有个小虾。真香！哎呀，就你的智商，到我了。这个一个小虾头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两个大钳子。哈哈哈哈，做事要看表面。啊！我这个也是虾，